这家位于沙拉越古晋的马来西亚第一锅共有4名机器人担任服务生，包括女神1号到3号以及萝莉机器人。女神机器人高156公分，重40公斤，可说是按照真人比例打造哦。而餐厅内还能观赏到迷你机器人的跳舞表演。其实这些机器人是根据设在地上的磁线路线运行来捧餐，并且会跟障碍物保持15公分的距离，甚至还会发出声音请客人让位哦。这也是国内首间机器人服务生餐厅被列入了马来西亚纪录大全。